青海争霸，防疫照顾假。疫情期间，阿海在家学习，小青也请了防疫照顾假，在家里陪阿海。好，我要开始疯狂打电动了。不要。咦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会死掉。消失的字母。小青家的磁铁字母有两种 ，bpm 盒和 abc 盒。某次 bpm 盒打翻后，就缺了一个字母。某天，阿海，鸡怎么在那边？拿来 bpm 这边放。鸡。鸡就在那边啊，鸡，这个吗？对啊，这是 H 啦。对哦，不见得不是鸡。几天后，妈妈，我们来比赛，找 A T E。好 ，T 你不要认错，以为是 C 哦。T 跟 C 差那么多，怎么会认错？啊，你是说注音的西吗？对啊，不要认错哦。好啦，这种糗事是要记多久啊？字母比赛的小斗志，阿海胜一。